是这样跟云深哥哥说话的吗？什么风水不易燃，骗子，骗子，都是骗子！好，季总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珊珊，你快跟季总解释一下，我不是要害你的。啊？你不是要害珊珊，原本是要害谁？我是，是他，我就是故意要害他的，想让他仗着自己是大威，让珊珊难堪。他还在公共场合打人，像他这样心如蛇蝎的女人，当了主持人也会污了咱们节目的。季总，我是为了咱们的节目好啊。兄弟，你真有种。季总，这个女人还有2000万粉丝。还不知道从哪来的呢，这年头网红啊没几个是干净的，背后谁知道有多少金主，要是我们的节目播了，黑历史一扒出来，我们的节目也会因为这颗老鼠屎给关停的。所以